天气冷飕飕，股市也冷飕飕，寒冬概念股可是火烫烫。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千涵，今天欢迎万通国际魏明玉分析师老师好。千涵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寒流来袭，暴风雪还袭击了北美，造成一些相关的汽车维修概念股啊是大涨。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寒冬概念股可以留意啊？我想就是说，针对近期这个入冬以来寒流来袭，那相对我想在北半球来讲几乎都是冰天雪地，那相对我想针对台湾的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个低温也都下探到这个7度，那相对今年度的一个跨年有可能是创下最近这40年以来的一个最冷的一个跨年哈，那毕竟我想针对就是说大雪来袭那相对应就是说在北半球的这些国家哈，透过这个撒盐巴来融雪，那融雪我想融雪如果不完全的话还是会路面上还是会结冰，那结冰的结果当然会造就一些车辆的一个事故会不断出现，那这样子的实际上结果也造就一些售后维修就是 AAM 的这个汽车相关零组件的一些个股会形成在这个寒冬来袭的一个时间点会形成一个火辣，那毕竟除了像一些这个 AAM的一些汽车零组件个股以外，包括做这个防寒像纺织类甚至包括一些餐饮的你要吃火锅嘛，甚至包括像在宅经济你待在家里玩游戏的相关的一些宅经济一些个股都会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受惠。那毕竟我想针对近期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毕竟从十月底一弹了2500点之后，进入到12月1号创这个反弹新高之后，到今天又已经拉回这个1000点，那等于是说天气是冷飕飕一样，股市一样冷飕飕。那毕竟我想针对实物的这个操作面，一定要还是要请各位严选这个主流的一些个股，那尤其这些个股你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个消息面来做股票，你要配合不管是说基本面技术面跟筹码面，而且说让全方位的一个考量，那相对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操作面的重点，尤其在这个时间点轮动速度非常非常快，那一样请各位无论如何针对一些相关的轮动个股你要去踩低买高卖短波段的这个价差操作，通常就量来看买在无量卖在爆量，我想这样子你都还可以持续性获得一个很相丰硕的一个获利。那我们就列举一些包括像这个 AM 的一些做汽车钣金的像耿鼎的一个部分，毕竟耿鼎我想就有它实际上这个基本面的一个状况，我想在今年度前三季获利已经成长这个5倍多，那相对于我想每一个月份的这个它的营收几乎比去年都是形成一个很大幅度成长，那就技术面来讲，我想它这档个股已经全面性6条均线全面性都已经站上去，那毕竟最上面这一条就是月均线它是下弯，那下弯 都通常会有一个压抑的一个力量再把它压回来，那所以说我想就一个像耿鼎的一个操作，你就踩一个大概低支撑区在23块钱这个压力区在27块半，你就踩一个叫区间的一个操作，逢低你逢支撑你做买进，拉高逢压力你做卖一样短波段这个价差操作就 OK 是，那甚至包括像这个汽车零组件台湾的这个龙头大厂，就是这个1319这个东洋的部分，我想这两个股一样基本面比去年前三季获利成长是成长 2.6 倍的一家公司，那等于说这个波段股价在前波创高之后也形成一个很大幅度修正拉回，这一趟拉回回撤到这个上弯的这个年线，那挡住我想年线在42.1块，那后续它弹上去，我想到这个48.4块半年线，甚至就是说它前方有个大量的一个压力，就会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压力，那操作面一样请各位再踩一个叫区间的一个操作就 OK， 支撑买压力卖，那你要包括像做纺织的像这个如虹就成衣厂的这个龙头厂，像如虹我想现阶段一样6条均线都已经全面性站上去，那等于是说最上方这条年线它是下弯的，那下弯我想过压之后它会做回撤，那等于说今天做拉回一样
请各位就静待回撤之后再来买就 OK 啊、哦。然后甚至包括像做哦这个网品的一个部分餐饮的网品，我想它哦这个它火锅的品牌，包括像聚的，包括像这个十二锅哈、哦。那尤其这个餐饮业又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解封概念个股哈、哦。那等于说像网品今天股价一样创下这个波段这个哦反弹的一个新高哈，哦是股价在做一个持续性创高。那今天量报到一块接近3000张的一个量，那等于说后续哦只要形成一个叫滚量哈。继续做滚量的话就会再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攻。那当然的话就网品来讲你就密切去观察量，明天不能缩到今天这个量7成以下。缩量的话你就还是要做一个当退出的一个动作网品。那另外包括像游戏类像星象，我想这档除完前洗之后目前都落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阶。那毕竟它前波有一个大量，就说这个高点是430块钱，今天是差2块，那等于说它只要站稳这个430块钱，就全面性换手成功，会再做持续性上攻。那是包括像做电子通路的这个电商的，像富邦美，我想今天又是股价做上持续性创高，那这个都持续性会往这个年线的压力去做上持续性挺进，一样是配合这个量价的关系来做操作就 OK。 那重点什么时间该做买，什么时间该做卖，我们全面性都会在我们这个 Telegram 给各位做第一时间的分享。是，谢谢老师的分析。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就要加入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哦。财经急诊室，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bye。 你想赚钱吗？订阅理财周刊频道，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你还在等什么？下个不好就是你。